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周浩，我们又见面了。我现在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的莫扎特音乐厅，一座以莫扎特命名的音乐厅，在珠海，和大家一起做这次直播。那么这个舞台，现在是主播在舞台上，选手在线上。本届比赛因为疫情的原因，变成了线上，以线上视频的形式进行。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呢，是第四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小提琴项目 C 组的第二轮复赛。这一组呢，一共是有9位选手，那么将会在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第二轮的视频。这9位选手的话呢，我们在前半部分，在今天下午呢，会看到其中5位选手的视频。那么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赵一楠是来自中国的选手。那么第二位选手呢，大家会看到的呢是目前就读于 Curtis 音乐学院，来自韩国的 Dong Yong Jack Shin。第三位选手同样是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是来自茱莉亚学院的 Ye Yun Jin。那么第四位选手是来自中国上海音乐学院的崔博。第5位选手，也就是今天下午大家会看到的最后一位选手，是来自韩国，目前就读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 Gawon Kim。那么 C 组的选手呢，他们的年龄介于17到24岁之间，这个年龄其实从艺术上来讲，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年纪，已经是有很鲜明的个人的风格，而且从演奏的技巧上面也非常完善。所以，那么 C 组的曲目其实更像是一场独奏音乐会的曲目。那么每一位选手呢，他们在这一轮会演奏3部作品。第一部作品呢是一首曲子，一首这个勃拉姆斯或者弗朗克、弗雷或者是舒伯特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首作品呢是一首宣记型的作品，可以是这个恩斯特或者是胡拜、帕格尼尼、拉威尔、萨拉萨蒂或者是这个瓦克斯曼以及维尼亚夫斯基他们创作的一首技巧展示型的作品。还有第三首作品呢是选手自选一首，可以是无伴奏或者是钢琴伴奏的一首小提琴的作品。那么我们一起欣赏这5位选手他们的精彩演奏。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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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